不要再问我，我等一下一定真的会哭了。我要把握时间好了，我们先录影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不是啦。你想到什么？因为他刚刚在那边真的是哭到不行，尤其赖金峰在讲的时候。好啦，那我就讲一讲好了。好啦，没有，其实因为啊，最近也是有一位叔叔走了，因为他其实因为我在拍《Banga》的时候住在他那，然后住了3年多。《Banga》拍那么久吗？才其实拍没有多久，3个月吧。你就给人家住3年？对，不走，来台北发展，后来就一直住在那。伊在空啊了，囡仔啊来台北发展啊，大刚刚咧从台北回空啊了，就麻烦嘞。啊，这个叔叔就收留你，本来只打算收留3个月。后来伊就来讲，长线你就倒来。我听了这些经验就温暖嘞。而且因为我当初嘛无赚偌济钱，嘛无通啊来出水，但是我要留互伊爸爸。伊就安尼，我住3年外，而且我有当时拍到2-3点，伊过来问我讲要食物件无？啊，一透早起来，过来煮有肉面，阮家以前开有肉面，嘛是伊教的。所以有足侪，我拢想着足侪啊。所以尤其是伊伫个破病迄段时间，我阁特别无闲。我刚来看过伊1-2次呢，所以我就是感觉，哎，有当时啊，所以他是发病到走很快，是不是？发病到走，其实。他已经经过很多的努力，他有栓塞啊，常常跑医院啊，到真的恶化之后，其实他我听我爸爸讲，2个月，我去看伊了，伊讲2个月，其实无到1个月就先离开啊。所以，所以这是恁爸爸的兄哥还是弟弟？不是啊，无血缘关系的。所以我就哎呀，我就后悔当阵，我就有一寡话要甲伊讲，拢无讲。那你唱啊！哎呀，我搁唱袂使啦，因为其实他喜欢听什么歌，你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叔叔，伊就爱钓鱼啊，伊常常弄个去阮家钓鱼啊。钓，所以因为伊交阮的交情，真正就亲像一家伙仔咁快。所以我只下想着。有好食的有啊，好食的鱼啊，我拢想拢阿食啊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好，好，啊无啊，无趁这个机会，我唱一下歌给阿食啊听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感觉伊来既然，因为我即阮阿食啊，伊即马嘛是葬尸，就是火化了，海葬，海葬，啊海葬哦。对，所以咱唱一个较快乐的，我相信一定在海顶，大家在钓鱼在享受。跟海有关系的，又要快乐的，快乐的出旁，好不？快乐的出旁，好。我感觉咱大家来做伙唱，好。咱甲咱想一想，我想要表达的希望，大家做伙好不？预备，预备。今天是快乐的出旁去。无限的海游呀，欢喜出帆的日子，绿色的地平线，青色的海水。Come on me, come on me, come on me， 嘛飞来一路顺风，念歌词。水的声响亮送阮快乐的出棒啦，谢谢，感谢你，特别是对我，是是是，我紧啦，我紧啦，嘿，我只对阮一个叔叔的思念了，慢些慢些慢些，没关系，很好很好，只是觉得怎么没有早一点认识，我也可以吃到一碗牛肉面，就好吃哦。